一章三節，我一齊讀啊！一章三節，人一切的勞碌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，有什麼益處呢？咁嗱，其實我哋首先睇咗好多段嘅經文，都係講到即係啊勞碌啊、智慧啊、啊成就啊呢啲一切咧，或者開心啊，都係佢睇到咧，都係好似過眼雲煙啊，都係虛空嘅。咁我想大家諗一諗。呢一個觀念，大家聽完你會難於接受咧，即係話呢啲係虛空嘅喎。即係譬如你見到個好有錢嘅人揸住架好靚嘅車，或者佢做工，哇！佢一日嘅錢仲多過我一個月嘅錢，佢嗰啲股票一轉手已經賺嘅錢可能我一年都賺唔到嘅。即係當你喺個咁嘅情況見到啲咁嘅人嘅時候，你會唔會覺得喂嗰啲實際喎咁啊？即係會唔會真係話呢啲係啊虛空，或者人你期望人都係虛空嘅，難於接受呢樣嘢啊？即係。而神才是永恆，即是如果你神是永恆和得福的來源，你就會成日捉住神，由早到晚神就給我很多東西，所以我信靠神我就很開心很快樂，我就很滿足了，即是你會不會是成日都是這樣？或者譬如在思想模式，我們可能說哎呀很多問題啊，很多人問題啊，很多煩惱啊，又搞不定啊，又這樣，即是這樣呢，即是有煩惱的人通常都是這樣的。如果反覆思想神的恩典，通常就會是喜樂的，都會有困難，不過困難呢如果刻意處理是會勝過到的。那我都講講我自己曾經，因為被人太多，即曾經有試過一些批評啊，講一些不好的說話，那我就發現有一樣的習慣我以前有的，就是洗碗自己會害怕，即有以前有時想起、那些人講的話有一種害怕，一種壓力感。咁我發覺咧，嗰啲人走咗啦，即係冇咗啦，已經離開咗個環境，我都存留翻嗰種感覺。我唔知你大家有冇試過呢種情況，即係俾人鬧過啦，覺得好冇用啊，好蠢啊，唔開心啊。跟住嗰個人都已經走咗，已經離開咗噶啦，但我依然覺得冇人中意我哋啊呢種情況。大家會唔會覺得呢種情況會發生啊？即係過後都會俾一樣嘅影響。咁我真係咧，我就話一定得勝，我係堅持嘅，一定得勝。靠住耶穌一定得成，咁我一路感謝神，神一定愛我哋，神一定幫我哋，神一定同我一齊。咁我咧就一路感謝神，哈利路亞，我又開心。咁我就話：嗱，而家我開心有進步啦，感謝主，我要繼續開心，我又繼續進步。咁我真係咧，慢慢咧嗰種習慣係一段長嘅時間習慣嚟噶。我自己咧就會自己有種壓住嘅感覺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壓住個心口，壓住嘅感覺，真係會鬆咗嘅喎。我真係一路諗神，一路諗神，但有些人諗神都不會鬆嘅，點解咧？佢諗下神就話：神幫唔幫到我咧？神啊，我想你快啲幫我，求你幫我啦！仲係未幫啊！神啊，快啲啦，快啲啦！都係未幫，都係我自己唔夠好啦。咁即係又會反反覆覆，或者未必堅持啊！神一定幫到我，或者世界上嘅嘢，總之咧，俾啲人啊，俾啲事物啊影響啊。大家覺得容唔容易放到手啊？虛空的虛空，世上一切都係虛空，都係要過去。大家我個掙扎嘅過程，或者掙扎緊啊！一間我哋可以喺小組嗰時，大家再分享啦，即係話。在這個過程大家怎樣去處理，你處不處理到，是不是真的能夠放手，人說什麼不要緊，這句話我真的處理過很多了，人說什麼不要緊，但很多人就會覺得很慘，有什麼發生不要緊，不死得的，那真的很多這樣的事情發生。那呢，在這句經文我們看到神的什麼屬性，這句經文本身沒有說的，但是隱藏的背後一切的勞碌都是虛空的，都要過去的。神是輕省的，即是神不是勞碌壓住的。
仲有咧，神有啲咩屬性啊？同呢個 related 即係有關聯嘅，即係諗到屬性嘅時候，基督徒喺呢件事上得勝，因為神咩屬性？愛我哋。係啦，佢愛我哋，關心我哋，佢會幫我哋。仲有咧？即係勞碌都係短暫，即係神嘅關注係永恆。係啦，神嘅關注係永恆嘅。仲有神嘅乜嘢係永恆咧？是的，神的享受永恆的。我有想過，有一天我真的病了，要離世了，都可以享受神的，你說有沒有搞錯啊？那我說感謝神，一祈禱舒服一點，感謝神，還有想著一會兒更舒服，一會兒，就是意念呢，意念是可以令人很開心的。譬如那些人去旅行，是不是個個旅行的人一直在開心的呢？不一定，有時有些人在想著什麼呢？什麼那麼久的坐車那麼久的，吃些不好吃的， 你大家有沒有試過旅行的時候這樣想，為什麼你要這麼乾燥的，這麼熱的，會不會 有這樣的意念？以前是這樣以前是這樣旅行的時候會不會一直說感謝神，感謝神，我現在很輕鬆，不用上班，今天旅行感謝神，我現在享受吃的東西，我可以享受答啊！不過可能你話香港都仲好食啦，原來去到金邊度，香港都仲好食。其實香港食嘅嘢其實真係好多地方係食唔到嘅，咁好食嘅嘢。但係旅行有時唔係一定為咗食，不過有啲人真係為咗食嘅喎。佢話我要有啲去好遠路就為咗食嘅喎，台灣去邊度邊度邊度。咁佢中意咧，佢享受都係好嘅，即係我就唔係咁向往話去到台灣食啲乜嘢，因為我覺得食極都係差唔多，我覺得屋企煮嗰啲仲好食。咁我嗱去翻，仲有啲咩神嘅屬性俾我哋知道，等我哋原來可以咧超脱呢一個嘅捆鎖。呢個捆鎖係咩咧？萬物係虛空嘅。如果你能夠用一個快鏡睇你嘅生命，快鏡啊！你睇翻你細個嗰時，大家有冇你細個嗰時嘅相啊？然後咧，你一路年紀大。然後你身體開始出現問題，你小時候的人際問題，我不知道每個家庭不同的，有些家庭就比較簡單一點，有些家庭小時候都很多問題的，你那些人際問題由小時候開始是怎樣的？一路如果你由快鏡看你自己的生命，你看回你自己，在你幾十年之前，如果你有幾十歲那些，不過這裡個個都應該都未超過，都未超過，無三不成幾，三十以上。OK， 當你睇翻嗰陣時候，你係會話：唉，因為感謝神，我越嚟越好啦，我越嚟越開心啦，我越嚟越輕鬆啦，我超脱咗啦咁。你會係點諗咧？因為哎呀，仲有排捱喎。希望大家回去看傳道書，看看能夠即有些東西 不好期望，即是他今天虛空的就不好期望。當我們看，譬如其中我以前曾經拍過一幅照片，就是邵氏那個在淺水灣那個劇場，以前就輝煌一時的嘛，邵氏出品必屬佳片，但現在那個片場已經是即是已經是成為即係荒廢的地方，咁即係以往的光輝，而家已經不在。即係我哋世上的嘢，其實有些人幾叻幾叻都好，以前點樣樣都不在。我哋能唔能夠放手？而你會不會開心呢？我而家有而家的嘢，開心喎！即係話我感謝神，我有今日，感謝神，我而家知道點可以喜樂，我知道神的屬性，原來神咁好。咁享受嘅，其實如果我一早知道神嘅屬性咁好，其實我以往都知嘅，我積聚有積聚嘅，但因為受咗人嘅影響啊，唔係好享受到。咁我其實我未經歷聖靈，我已經有享受，有呢樣嘢嘅，但我經歷聖靈之後就更多啦。咁我又覺得我更上一層樓，我又更加開心啦。咁所以呢個傳道書呢個最緊要嗰個心意就係話我哋。看破這些一切能夠放手了。
好了，十二章一節，你趁著年幼，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，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日年日未曾臨近之先，當紀念你的主。當你想到將來衰敗的日子，我們會想到什麼呢？病。是的，想到病。你想到病，你是會害怕還是什麼其他感覺呢？有些人很怕的，很怕收尾那幾年。有些人甚至用這句話說人，你因住你收尾那幾年。為什麼有些人養生仔呢？生而防老，防老呢，將來我到我很慘的時候就有個人幫我。不過有些人呢，到那時候是激他的，不是幫他的。但也有很多人幫的，的而且確是有，即的而且確是有的。當大家想到這些的時候，你會即是你是不是好像我這樣，因為我的想法一早已經想通了，真的有一天我真的有病，我會說我快來見耶穌。不過有時有些人說你快來見就好了，如果你今晚見就當然好了，不過還有幾年喔，這樣有些人就會說還有幾年喔，還有幾年捱喔，這樣。因為我自己在醫院做過，我看過一些病人。不過我又感謝神，現代的科學其實很好的，大部分的痛苦都可以減輕，用嗎啡。那麼最嚴重的怎樣呢？很辛苦的就是滴嗎啡。滴嗎啡是怎樣呢？直接那人是昏迷的，就是躺在那裡就已經昏迷就那有些輕量的，輕量昏迷，那那些就即好像那些痛苦已經減少了。那麼輕量的就是怎樣呢？那時候 我第一個太太離世之前，她感謝神，其實神是恩待她的，她很怕即是大小便失控，她是其實是到最後那三天她的腳才不能夠動得，其實她到最後一天我扶過她都去到洗手間，那呢就即是她都是可以，她是最後那三天她才能腳不能夠動得，而她的痛楚不是很大的，咁佢就係、是、即係滴嗰啲嗎啡嗰陣時候，我都同佢啊，佢唔係滴啊，佢係飲啊。咁佢有時咁佢要幾多，咁我就同佢同我羹，即係量度幾多俾佢飲啦咁樣。咁佢就飲完，咁佢又減少咗佢嘅痛楚嘅。咁其實佢嘅份量都係屬於少嘅。咁我睇到即係同埋我去醫院睇到有啲嚴重嘅，就直情成個昏迷嘅。即係呢個感謝主啦，現代嘅醫學的而且確係一個。減輕，咁我發覺咧最難減輕係乜嘢咧？心入，我想問係咪可以自己要求，即係話我好辛苦，我可以嘅，可以嘅，係滴嗎啡係可以嘅。咁咧，然後咧我就見過最辛苦係咩咧？肺嘅問題就最辛苦，因為咧除非佢係滴嗎啡就到佢昏迷，但係有啲佢又未到嗰個階段，但係佢咧就成日咳，成日呼吸困難啊，就。即係個氣喘啊咁樣，咁嗰種情況佢又唔至於滴嗎啡，咁所以咧食煙係最慘嘅，即係食煙嘅人佢唔知佢將來係最慘，因為食煙人係好多年呼吸困難，咁所以如果你知道有人食煙啊，你話俾佢聽，食煙最後嘅年日係最辛苦嘅，即係反而痛症咧係有得簡單嘅方法，咁樣嗱，即係我會諗到，就算有一日我係咩事咩事，我就會。不要緊，我想著耶穌回來，或者我要見耶穌了，那我會想到輕省放手，即是我想到最差的我都放手，那何況現在那些人說什麼都是空氣中消失了不知多久了，已經我需要再想呢，所以我是很放手的，我盡量放手，因為我覺得無謂，大家會不會覺得無謂捉實即是很無謂很不開心，是不是？即是如果經常想那些東西，所以我是一想到我真的放手，緊要咧，冇所謂。哎呀，佢點睇我都所謂，我又唔會點睇人，因為我覺得有個人都不外如是，又唔緊要嘅，冇所謂。佢有咩軟弱，有乜所謂啊？唔緊要嘅，佢點軟弱都好，佢肯聽話，神就喜悅佢啦。好啦，喺加埋呢度，神有咩屬性能夠俾我呢種安慰咧？神有咩屬性咧？佢咩都幫我哋。
係啦，咩都幫我哋，最困難嘅日子佢都幫我哋。世上嘅嘢係唔係永恆嘅，但係神嘅係永恆，天堂係永恆，仲有咧就係神嘅喜悅同埋力量係永恆嘅。我有諗過最困難啊，我有諗過其中一個困難係咩咧？俾人捉咗去逼迫坐監。咁咧喺嗰個情況又點樣可以有力量呢？有啲人就話死啦死啦，哇最怕就係呢日子。但其實呢日子咧，聖經講到係呢啲人咧係神特別賞賜同埋祝福嘅。咁我又會咁諗啊，神多謝神俾我能夠一祈禱即刻有喜樂平安，所以我就算俾佢打，即刻有喜樂係好痛啦。咁咧我能夠個心專注喺神嗰度，即係總之唔係諗住嗰個痛苦，專注喺神嗰度。咁如果佢成日打咧，咁就好快上天堂，因為人忍受痛楚係有限度嘅，即係佢唔會，我哋唔能夠痛好耐好耐都唔死嘅，即係會死嘅個人係會死嘅，同埋可以求神去減輕呢個日子，接我去天堂，就是、未到死嘅，但係神接我去天堂，神可以做呢樣嘢，即係我做完應該做嘅啦，神接我去天堂，神賜俾我智慧，即係我覺得係咁嘅，神唔會俾我哋去絕路嘅。即係如果聽神嘅話，神咧唔會俾佢哇痛苦到咧冇法忍受又冇力量，唔會咁嘅，一定有力量嘅。即係我就係深信神一定會為我開出路，唔會去到呢個位嘅。即係呢個就係喺呢啲情況之下，我知道神嘅屬性，佢會關顧屬於佢嘅人，佢會保守屬於佢嘅人，佢會加力量係可以經歷到嘅。所以我哋而家經歷到就可以有喜樂有平安啦。仲有啲咩神嘅屬性可以幫到我哋喺啲日子同埋睇破呢啲一切啊？即隨時揾佢得嘅，好似福音書，我都要講福音提示啊！即你嘅紀念嘅字，好似福音咁嘅字，舊咗嘅福音書咁嘅字啫。係啦，你揾佢得隨時啦。係啦，係啦，隨時咧可以嚟到施恩寶座面前，得憐恤蒙恩惠，作隨時嘅幫助，隨時隨地，半夜三更，乜嘢時間都得。即呢個佢係隨時嘅，佢係真正嘅及時雨啊！佢唔係，不過而家及時雨轉咗，你知及時雨係水滸傳嗰度開始啊嘛，而家借錢公司俾人。借用咗個，仲有啲咩屬性啊？即係越諗神嘅屬性，我越會歡喜，越會輕鬆。輕易發怒嚇、啊？不輕易發怒。嚇、啊！佢不輕易發怒嘅，就算我哋軟弱，佢唔計算。你總之悔改，神就喜悅啦。嗱、啊，我喺總括翻一啲神嘅屬性，等我哋喺呢啲情況，我哋可以咧係睇通，就係、是、神俾嘅嘢係永恆。世上是短暫，但是神比永恆，而且神總會為我們開出路，我們沒有一個人會去絕境的，即有時有些人說我去絕境，不會的，總是有出路，只要我們不要注目在那些困難那裡，那就幾那些幾短暫都好，神都有祂的永恆的力量和恩典和祂、的路的，而且神紀念的時候呢，我在什麼情況之下都可以得力，什麼情況神是紀念人的，關心人的，加力俾人嘅，佢唔會抌低佢嘅兒女唔理嘅，幾困難都好，佢唔會抌低佢嘅兒女唔理嘅。所以我哋咧就相信神就喺我前後環繞我，就算我啲敵人喺度打我，神喺我前後環繞我，按在我身上祝福緊我，可唔可以咁樣相信啊？即係幾困難都好，嗱，《傳道書》十二章就有形容到，當一個人病啊、老啊、離世啊嘅時候啊，即係嗰個情景嘅，但係咧。我哋紀念做我哋主嘅神嘅紀念，同埋神係永遠賞賜嘅。我哋一齊祈禱下，親愛天父，多謝你俾我哋睇《傳道書》咧，睇到神你係掌管一切。雖然咧世上一切其實都係好短暫，都要過去。求你幫助我哋咧，能夠睇透呢啲嘢，唔俾呢啲嘢影響，能夠咧靠住耶穌能夠得勝有餘。主耶穌，我哋多謝讚美你，感謝你，你係得勝嘅主，你係關心我哋嘅主，你永遠唔會抌低我哋唔理我哋嘅，唔會抌低我哋做孤兒嘅。喺困難嘅時候，你一定為我哋開條出路，叫我哋能夠忍受得住，並且得勝有餘。喺困難嘅時候，你都會指教我哋當說嘅話，叫我哋唔需要諗定講咩嘢嘅。多謝天父，你係同我哋一齊，永遠加力我哋，所以我哋有神，我哋就輕鬆平安。哈利路亞！我哋都唔使介意好多嘢，人嘅嘢唔使介意，事情嘅唔使介意，唔緊要嘅。有啲嘢做翻咗唔緊要嘅，唔死得嘅，叫我哋輕輕鬆鬆做人。多謝主，感謝主。